以前练跆拳道练柔道，所以我们有去宪兵队去教过他们战技，所以有一些比较特殊的，是平常防身用的。那很多女孩子在这时要注意一下，因为女孩子有时候会遇到色狼，这时候这几招就可以用了。对对，好来，首先，譬如说，现在吴奇隆是女孩子，她是色狼，啊、你干嘛、啊？女孩子啊，给攻击开始，摸她，手摸我，哦 no。乖啊乖！哦，其实很简单，对，这是很省力的方式。通常譬如说像这样，对不对？对对。一手这样子，这是第一。一，往这边哦，不管他多壮，他都会跪在地上。对。你还有个三。啊！对，因为女孩子的力气没有男子大。嗯。那包括有时候一般打架，我们都是拳头啊，对对对，都是这样打。其实。这样打的效果是不大的。嗯嗯，那应该怎么？要最好的攻击对方的方式是，譬如，好了，不要推了嘛，我已经到他面前了。譬如说，如果打人的话，你要真的要跟人家打的话，你不要这样打，这样打他不会有事的。啊，那怎么打？由下往上打。哎呀，碎掉下巴。而且用手掌打，不要用拳头打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拳头打没有什么力，用这里还可以带推。啥可以这样？那如果说哈是推这里的话，是不是很危险？推这里他会流鼻血而已啊，流鼻血而已。对对对，就推这里，因为我们人的脑子一般是习惯性是左右震动啊，哦上下，就其实跟地震一样，左右晃它不会严重，还 OK 了，对对对。但是你上下的话，它很容易就脑震荡，一震荡它就晕。所以女孩子也可以当人家在袭击你的时候。啊！对，这个意思。对对对对。哎呀，这两招正点了。甚至有一些办法是你可能手被控制住了，你可以女孩子通常个头比较小，用头去撞那下巴。还有一个绝招，你说从后面来，就抱着怎么办？抱着。抱，其实有很多，拥抱有很多方式了。一般，譬如举例来讲，你可以是先踩脚。他讲他会有痛的反应的时候，头会往上抬，然后你再用头去撞他下巴，这是一个办法。嗯，好酷。对，要不然呢，就是你因为这样子握住的时候，你下半身是可以移动的。嗯，一移动就有空隙，你就可以敲。啊！抓！哦 ，Oh my god！ 那这样可不可以被包到？就可能不太到哈。比较难，比较难。哦，所以这样抱的，对你要真就譬如说你要给自己制造一些空隙，一些空间。哦，那还有一个，譬如说你是女孩子，对不对？嗯。你被摸屁股，你被男的摸屁股。嗯。好，譬如说，你现在在等公车，对不对？那个没关系。侧的，要侧那边啊。哦，侧镜头，这镜头。对对对，预备起。这是哪门子啊？来来来，拿发棒子回来打死他。回来，成功成功。公车他摸了可以叫成功啊，这样就成功了，对不对？